点选这个汇出之后，我就先产生这样一个资料，叫做，因为那个资料表的名称我已经锁定，叫做两岁漏档名册，它就自动帮我产生这样子一个名称，我就直接点存档。这边只有出生在2018年的这53位小朋友的资料。好，我们现在打开来看一下，自己要知道刚刚名册汇出到什么地方。中山区健康中心二岁漏打名册。好，我现在用 Excel 打开来。好，那一定会说，哎，不是53位吗？好，首先你看一下出生日期，都是2018年。那个原因主要就是因为有很多人，有很多人，他假设叫陈一亮、陈二亮，他都变成了一个人，这提供给你们参考的啦。然后这边是不是有母亲的姓名，然后户籍的地址，然后他的这边是预防针，看你要不要把漏了哪几针呈现出来，这个30针代表前面通通都没有打，可以吗？这就是名册的汇出，他希望你做的是发行，把这个档案发行出去，放在网址，放在微软公司给你的一个网址，然后你把这个网址寄给你的主管，他可以在他的平板，他去安装 Power BI Mobile 版，然后他就可以看到这些内容了，而且还可以在这边操控，例如说他想要看一岁的，还是要看两岁三个月的，请你先把现在这个资料，请你先储存，请你先储存，好，所以请点这个储存档案，或者是档案这边另存新的。好，那假设这是我的一个成果，我把它换成叫做，好，就是今天实际做完的一个档案内容，所以我取名叫2021年的1月19号。好，这个档名存档。可是请问一下，我可能因为搭配的资料，各位还记得吗？它搭配的资料是一个叫做2021年1月13号这个资料，对不对？我现在我想要把这个资料叫出来，稍微修改一下，关闭。好，我先关掉咯。我本来那个资料我用的是这一个，我就现在先把它随便加几笔资料，随便加几笔资料。好，请问一下，我要加哪一天的资料啊？好，滑鼠右键，滑鼠右键，然后在这个地方用记事本打开，用记事本打开哦。可不可以在这个地方拉到最下面？我们把这一个人。我们资料再去新增，可以吗？稍微改一下，变成那个1月6号生的、1月7号生的、1月8号生的。好，复制，复制，复制它、哦，然后 Enter 贴上，然后请你改成1月6号，随便编一个名字，可以吗？还有，身份证字号，这个身份证字号一定要换哦，你换一个数字就好了。A133你叫139，可以吗？那个后面这些应该都差不多啦，因为他才刚出生嘛，有很多针应该都没有打。我只是说，我只是告诉你说，我必须要这样加一个资料让你知道一下。那我们再加
再加一笔，可是可不可以把那个把它换成，例如说多一点，就是110年，这个改成109年，改一个叫做刘圈明，为了能够多一点，所以请再把这一笔资料复制，再贴上1月6号生的，叫做刘一明，然后这个 A137，因为等一下我想要找出来这样子的人啦，他应该在几岁里面，他应该可能未满一岁，要找出这个人。好，我只是要告诉你，因为名册既然是要做追踪，你还要知道如何追。好了，听得懂吗？我就稍微简单做几笔假资料，就挂在最后面。好，这个出生日期我们改一下，5号、6号、7号、8号，因为我只是要告诉你说，我这里面哦，对不起哦，因为这是109年，好，所以那没有什么意义。好，至少，请问一下，这个资料是不是有再增加一笔？1月6号，对不对？2021年1月6号，是不是比之前又再多一笔？至少我只是要告诉你这件事。好，请把这个档案另存，档案另存为。假设这是2021年的一月，今天日期19，然后编码是 UTF-8，记得吗？好，存档就可以关掉了。所以我这里面我是不是有了一个叫2021年1月19号，而且它的档案编码模式仍然是 UTF-8。好，那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事情？重新打开刚刚这个2021年1月19号预防针注射智慧，对不对？快速点两下，然后他等一下要配对的这个 CSV 档案就不是原本旧的这个2021年1月13，请问一下现在的资料一定没有变嘛，对不对？我没有做重新整理，对吧？这个出生日期还是，例如说看最后那就是递减排序，2021年1月5号，对吧？好，这没有变哦，没有变。好了，跟我刚刚记录的这个2021年1月5号，只是没有变的，这我想应该没问题。可是我现在想要请你们来去看一下这个资料它的原始档来源的那个档我还没有换啊，所以你必须要去换掉这边资料来源设定。如果你连换资料档都不想要换，那就请你覆盖掉原本那个档名。我的意思是说，这个你就不要另存了，你干脆就直接存档，你是不是自始至终都维持相同这个档名？这个时候你就直接按重新整理就好了。可是我刚刚是不是另存？所以请你先把资料来源设定的这一个档案换一下，好，变更来源哦。然后接下来，请透过这个浏览来去找到你这个档案。我这个档案是不是2021年0119？然后开启，确定，关闭。他现在就在做重新整理了，套用变更，这个动作就叫重新查询变更，套用查询变更就是在做重新整理。好，记得关掉。